那其实我们并不会因为约满然后会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私下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所以诗诗今后的工作发展会不会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呀？还真的没有，因为现在精力真的忙不过来，想想说拍完了戏再说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我跟我老公真的不是，不能说是夫妻档吧，因为毕竟是夫妻，他一定会帮我，对，我也会占这个便利。但是更多的是可能是自己来做一些事情。诗诗真的是越来越美了。所以龙哥是不是支持你这个决定？回答我们一下。就是他很鼓励我啊，对啊，也觉得说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错。人都要长大嘛。因为这部剧好像出品方有一个稻草熊，所以诗诗是不是也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身份加入这部剧？被发现了，有的，咱们差不多了，好。好